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这个疗剂的名字叫做亚硝酸 B Bismutum 拉丁文 Bismutum 或者是 Subnitrate of Bismuth Bismuth 是一种金属 B 这样。这个疗剂应用呢通常是应用在一些胃溃疡、胃癌、即是胃部不适、呕吐、溃疡的。其实呢在西医的医学里面呢它都有这个的 B 这只这样的、一种这样的、的药的。都是帮助呢处理一些严重的溃疡、胃溃疡这种的。好啦，咁要了解呢个疗剂呢，通常记住呢，我通常呢就係、是、对付一啲胃部嘅毛病，消化缓慢，同埋呢佢恶气呢，记住呢嗰啲恶气呢係通常要好臭嘅 ,ok? 好臭嘅恶气，一定有呢个主要嘅症状，因为恶气嘅疗剂都好多，咁、记住一定有一个好好臭嘅恶气嘅。好啦， Bismutum 呢，亚硝酸 B 呢，这个疗剂呢好像我们另外一个大的磷同类疗法的疗剂叫做磷 Phosphorus、如果大家认识磷呢，磷有一个关键的症状呢，就是它有胃不舒服、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呢，它通常呢它就会饮水，喜欢饮冻水，但是冻水饮了下去5分钟、10分钟之后呢，冻水呢在个胃那里慢慢呢就暖了，变暖了，跟着它就会立刻呕出来的了。OK， 嗱，呢个一个系磷嘅关键嘅症状咧，中饮冻水，但当个冻水喺个胃度咧系变暖咗咧，佢就会呕出嚟噶啦，嗱会呕噶啦。咁呢个咧 ，Bismutum 亚硝酸 B 咧都有呢个症状，咁佢同磷都好相似嘅，中意人陪伴吓，中意人陪伴，同埋咧中意饮冰水嘅。好啦 ，Dr. Grimmer 咧 ，Grimmer 一个早年嘅同类疗法嘅醫生，佢係專門係醫好多癌症嘅。咁佢就提及呢個療劑嘅應用咧，係譬如喺嗰個胃部癌嘅時候咧，通常嘅症狀咧就係、是、咧每次食完咗嘢
之后咧就觉得作呕作作闷 ，OK 作闷。咁咧，但系呢啲作闷咧，饮冰水会舒服啲嘅。但当啲冰水入到胃咧，暖咗之后咧，就又会呕出嚟噶啦。OK， 咁同埋咧，佢呕出嚟嗰啲呕吐物咧，通常咧系好臭嘅，啊，同埋好大声嘅嘔气啦，同埋咧呕吐嗰啲胆汁。同埋啊，嗰、那個係啡色嘅液體，同埋好痛好痛嚇。咁、啊、通常咧，佢一種好種壓迫性嘅焦慮啦，啊，脈搏微薄啦，緩暈咧，同埋好攰。咁仲有咧係流啲係嗰啲深色嘅血。咁呢個咧都係咩咧？都係嗰、那個嗰、那個啊，胃癌嘅好常見嘅症狀嚟嘅 ，OK， 咁即係如果大家係啊遇到呢啲咁嘅症狀啦，即係胃部嘅不適、嘔臭氣嚇、啊，即係未必需要一定係胃癌咁嚴重嚇、啊，即係當一種即係胃部嘅胃嘅問題啦，啊胃潰瘍啊呢類咧，呢、這個療劑咧係一個細療劑，但係咧係適當地用咧就可以幫你解決你嗰個問題噶啦。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